你是谁？你希望我是谁？我们的心在一起跳。先走一步。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，是看破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？想要和锋芒订婚，那么爱你为什么？你究竟是谁？你希望我是谁？你爱是谁是谁？我要疗伤。这里是肯定我以前亲爱的，现在跟以前的不一样。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想我，想我的落魄，想我的执着。也许吧，他爱你比我多。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，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，或者是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中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欣赏的话，是不是我有几分，你便会有几分？是。那么爱。